现在不买装备也是被提醒了吗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买装备也提醒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啊！碾碎他！现在变得越来越那个了，以前不买装备不提醒的，现在变得越来越帮助新手了。有些新手不买装备，他可能就忘了，然后提醒一下买个装备，越来越新手化了装备。咳咳，你们觉得呢，兄弟们？全军出击！越来越新手化了。天哪，佐罗最烦了。两把枪，你敢谁救呀？噎一下土人，换点血。带个焦灼，我操！一般鲁先带焦灼有点那什么了吧？那鲁先带焦灼。把药吃满。其实我不太想推荐，因为推荐我这个英雄没位移，选人好抓我。抓我。W 挡一下强攻的伤害，本来就亏点蓝，我们保持点血性，那他也没什么状态了吧？他单杀，不慌啊，兄弟们根本不慌，直接把他杀到升级，死不掉。知道主播威古是什么水平了吧，兄弟们？跟我作对，我感觉到肯定被抓了。妈的，我就知道，兄弟们，我的预感还是很准的。闪现没了，我操！刚刚不应该压的，我的预感就是准。说实话，烦呀，是被抓呀。真对了，说真的，难得有一阵子可以独处啊。Enemy has been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那雪人在偷东西。雪人在偷东西吗？还行。这一波灵性资源，猎骨师如果冲击冷却之类，应该是出手的那一瞬间就进入冷却了。还是要先买个鞋子的，跑得快一些。我记得法天轩已经是18法术，现在15，他锁了3年对吧？还好，3年不多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This bar 怎么没弯鱼吗？弯鱼打不过卢锡安呀，不想玩。玩这个要吊打卢锡安。都没钱了吗？第一件出巨蛇，可以可以，这样的话露露就没有盾了。不打吗？烦啊！我一直被他滚，兄弟们。嗯，虐了。
完了完了，打野是真没用呀，我都被小人撞成这样，你来就来送，对线当了两次鲁仙，一直被撞。寒夜的话伤害有些低啊，我们出炉灯伤害很高。这地方应该再荒凉一些。我不开心，大家也都别熬过。肯定很难打呀，很难打呀。不可能永远逃出去。难受啊，就是难受。这怎么打？真打不了。
动。屏不能乱加呀，你要加让先进十二就行了，因为那个规矩肯定不能变，知道吧？十八级肯定要十八级才能进的，知道吧？他可以加十二级的。杀敌杀敌，我就 AD 了，龙是我的，龙是我的，兄弟们，龙是我的，哎，收获了。那塔没拆掉呀？沙漏，有个沙漏对面。我没有大，啊，先拆个塔。别急，自己毁吧。我靠！哎，哎，闹麻了呀！不会偷龙吧，我的哥，两个 GG。那两个 GG 出来，肯定要做点事情的吧？
TP 出来不做事吗？对面，嗯，哎，错了，我错了。这雪人什么意思呀？你带吗？我在这里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推他推到搞不过呀。ZAD 疯了吧你，疯了你吧，我拿闪，哦，乌鸦坐飞机呀，啊，舒服了啊。冒的还是营业呢？我觉得第三点肯定是冒的伤害高的，但是营业是不是很配威古斯呀？你们说一下，兄弟们，我是直接冒的还是直接营业？心态没了吗？哎，雪人，你咋了？这雪人心态没了，呵呵。哎，帽子，我玩鱼人我出帽子，我玩鱼人的话，我第三天肯定出帽子，不会做营业的。